学着这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你好，我是胖之夜，欢迎来到我的博客。今天我们来这一架钢琴。首先找一张正方形的纸，把两个边对折，然后展开，把另外两个边对折，把两侧的边折向中心线，然后这一端有很多层的朝下，把上面的角往下折，然后展开，从中间撑开，把左侧的边折向左边，同时把上面的三角压平。这一端也一样，把这层纸沿着这条线往上折，然后把这个边折向这条边，把两侧的纸往里折，然后展开，把这个部分往下拉，成为这样。这样一个钢琴就完成了。看了这个视频，你有什么样的疑问或建议，或者是你想学什么样的折纸，欢迎到我的博客来留言，网址是www.折纸艺术.com。你也可以百度搜索潘之夜博客，找到我们的网站，欢迎你来留言。